新的来，牛逼呀！还玩角色扮演呢？近几年红月现象越来越频繁，而且出现时间没有任何规律。喂，静冷静点啊！裘小天，我已将万劫灵力传授于你，对付那几个斗魂刚刚苏醒的小毛孩绰绰有余。 斩草要除根，是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完了完了！救命啊！碧姑兰，救命啊！是时光里的女尸。小曼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！妖女，住手！ 小曼，别管我，快跑啊！住手！我开枪了！啊！可恶，让他给跑了。好险啊！他好奇怪啊！他是我们发现的史前神秘物种。 那妖女差点杀了你。哎，小曼，你怎么会有枪啊？是捡来的。哎，你怎么把这个妖女带回家来了？没想到你……不是什么啊。你手机呢？哦，给。林哥，我是小曼。小曼，找到女妖了没有？女妖逃了，我在现场。 是在我男朋友，前男友家。你带他到总部来，这么快就前男友了？好，我马上带他回总部。跟我走吧，我们老板想见你。不见。那算了啊，等一下那个妖女回来，吸个你的血。啊！不要啊！等等，小曼，你小曼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
剑术。是的，老板，那娘们可邪乎了。我们这就不奇怪了，如果让他恢复功力，再加上那小子的海纳乾坤，你们俩早就灰飞烟灭了。老板，您未免太抬举他们了吧。你们看，林博士的研究资料显示，这是最有潜力的一对斗魂威。一对？在众多斗魂里，有一种斗魂可以互相感知，互相通灵，在斗魂初级的时候和其他斗魂一样，但是发展到后期，他们在战斗的时候可以互相加成。加成？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记载中将其称之为鸳鸯斗魂。哼，那人家就给他来个棒打鸳鸯。先别动，这对鸳鸯斗魂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实现我们的计划。我要用它来引出另一只鸳鸯，你们下去吧。是，是，老板。哦，这擎天集团到底是干嘛的？老板，人到了。哦，嗨，老板好，老板好。老板，老板。哎，山峰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才是我的老板，裘啸天。这只是老板的宠物。啊，你可以叫他么么哒。老板的兴趣就是给他摆造型。哦，哈哈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戴金项链抽雪茄的就是大老板呢。这位是张山峰先生，小曼的同学。年轻人思维角度就是跟常人不同。嗨，你果然没看错人。只要你助我一臂之力，抓住妖女，我可以满足你所有要求。说不定这是我跟小曼重归于好的最后机会。可是这个可恶的小白脸，你瞧他那德行。哼，可是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不差点被他害了吗？得尽快抓住他，免得他再去害更多的人。当然，我向来很注重人才的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如果给我跟这个人一样的职位，我现在立马就加入公司。没问题，他是研发部经理，那以后你就是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了。是，谢谢老板。我张山峰的时运到了，小白脸想抢我女朋友，走着瞧。恭喜你今天正式入职，这车你先开着，以后给你换新的。可惜我不会开车。小曼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当他的专职司机，并照顾他的饮食起居。是，老板。小子，等帮我抓住了上官明月，我会让你。一定是有灵视的余孽在破坏这个世界的平衡。我感觉自己的斗魂被这里诡异的戾气给污染了，红月一出现就控制不了自己进入疯魔状态。张公子，你在哪儿呢？怎么了？
没什么。这句话也太奇葩了吧，居然是假扮情侣。上官明月，你慢点出现啊。这真能引出那个妖女？根据我对斗魂卫的研究，这女人把第一个吻给了张山峰，就认定了张山峰是她的人。哦，所以这次让小曼跟张山峰假扮情侣，肯定能把她引出来。没错。注意隐蔽，她应该就在附近。是。小曼，你快做点亲密动作，引她现身。啊，和他？哟，怎么了？我亲密不起来。这是命令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抓到妖女。喂，过来点。还来真的？继续。喂，稳当。可是没有可是，这是任务。我，哦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你居然还躲！哎呀，我不是，你还不愿意？我放开张公子，放开我！你这个妖女，她是我的相公，谁也不能碰她。哟，上官明月，不要伤害她！公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放开小曼！现在的年轻人呐，三角恋要不得。你这个妖女，那天晚上差点死在你手里。公子，我妖女，你逃不掉了。公子，没想到你也会来害我。我什么我？快走，你等着跟这妖女一起死吗？快撤。公子，放箭！连我也攻击，还带电的！小心，别伤到小曼。是。小曼，快离开现场！可是，你快去把小曼给我带回来！是，快撤！快住手啊！我和小曼还在这里呢！他们连老人都不放过，公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小曼，快离开现场！可恶！你们快住手啊！小曼，小曼，公子别乱跑，危险！还有老奶奶，他们会死的。公子小心！上官明月，明月，打中了！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这群杂碎！冲我来呀！快攻击！又来了！你们这帮没人性的杂碎，给我今天
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。不要！去你大爷的！陈公子，小心点！你这个该死的尖嘴猴，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小曼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小曼，你们小心！明月，明月，公子，快走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干掉他们！他跑了！追！是是。真是群没用的东西！我早就说过，林博士那种书呆子是靠不住的。就是。那靠你们，你们不一样也让他们给跑了吗？也罢，得出绝招了。我现在就帮你俩增强功力。我已将尊者赐予我的万劫灵力输入到了你们体内，去吧。无论如何，要将斗魂卫抓回来。是，老板。是你的倾诉，心里的
流转手握清水，曾经恶魔的杀戮，偷欢不息，点亮你我的征途。点亮你我的唱。